有时候看到龙叔叔跟凡凡这么好的，都很羡慕啊。羡慕难免还是会有一点。那如果他们两个结婚的话，要包多少？先放话一下。通常人家要包多少？你那么有钱的话，台币可以来。这次的专辑跟以往，当然大家知道就是有舞曲这件事情。大家一直说我不会跳舞，其实不会跳舞这件事情不是我不会跳，是我不想跳。Joking， 真的是不会跳了。我看粉丝有留言说，你没有看到腹肌的部分。对，其实都是骗的，就是微微的透露了。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精壮型，但是我觉得就可能健康型吧。年初的时候肩膀受伤的时候，我后来运动量有变少了，可是我就觉得没关系，就自然状态一点了。好，那我们要聊你的新专辑，新专辑名称叫 Deep Awakening， 见过深渊的人。想问一下你最深渊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体状况是其中一个蛮大的一个深渊那心灵怎么心灵我觉得倒是还好。元旦节一个人过吗？单身吗？就是顺其自然，对，我就是一个人。我还是一个人，坚强。这是韦静的歌。有找着新的对象吗？新的一年。我觉得可能近期这一两年不是我的第一顺序吧，就是我还是想要把重心放在专辑跟之后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规划。有时候看到龙叔叔跟凡凡这么好的，都很羡慕啊。是觉得替他很开心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伴，其实算是很安稳的感觉。每次看他跟凡凡互动，就觉得很温馨啊。羡慕难免还是会有一点，但是所以希望有一天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伴吧。那如果他们两个结婚的话，要包多少？通常人家要包多少？你那么有钱的话，50万呐、啊，50万台币可以了，50万。但我会从那个商演费慢慢扣。好，如果真的有一天要真的稳定结婚的话，一定是有期许会告诉大家。最近还会怕看到彩虹吗？还不会啊，我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它给予很多温暖，因为它是下雨过后啊。对，感情上也是雨过天晴的，对不对？你只问一提专辑的问题，我在说。没有，明明就有服务。你只问我专辑名称什么，后来就改了。好，那我来问服务。服务感情中的。